下一个问题，入营至今你做过的每一个选择是否都遵从于自己的内心，不受别人或者外界的干扰？如果不是，请退到下一条线。开始。我是，就是这个我非常的坚定，我确定。我超级的遵从我自己的内心，真的。我也是。我真的，我就是那种倔得像头驴的那种。会选一站。我每一步都往后走了，就觉得自己就是很多东西都在左左右右左左右右左右左右的，就很不坚定自己，很不相信自己。本身想唱 rap， 但是可能因为很多人都说你舞蹈很强，想看你表演舞蹈，就是没有展现 rap 说的舞蹈。谁刚退了？就是我之前就是在甜蜜蜜和就是 one time 之间纠结，然后我就问了仙宁还有夕阳，我问他们两个，我说我该去哪个，然后他们俩让我去甜蜜蜜，然后我就去了甜蜜蜜。这样如果让你自己做决定的话，你会选哪一个呢？因为现在跳了甜蜜蜜，所以就还想跳 one time 这样。好的，第五个问题是，你是否还认为自己是创造营里的某个单项最强？如果不是，请往后再退到下一条线。完了，我们要退回去。我们一直不到。你可以说你个子高的呀。我头发是最长的，衣服最多算不算最强？头上那蝴蝶结最多算不算最强？打扰了，告辞。你退什么？节奏感最强。没打击乐呀？教练有单项打击乐吗？没有是吗？单项也算也算，你可以上来。可以啊。打击也算是音乐，可以。王丽娜，啊，你说。我想问一下，如果表情管理算不算？你要这么说的话。也不是不行，算吧，算来，我回来了。好，徐艺阳刚才也后退了吗？已经很远了。你唱歌也不行，跳舞也不行，你再退退你就退外面去了。不是，我觉得我是唱歌也还行，跳舞也还行。那你为什么不能很勇敢地告诉大家你唱歌也好跳舞也好，你就是综合实力最强的呢？不是单项吗？对，确实是单项，是，确实是单项。对不起。嗯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徐阳是个憨憨，对自己有比较客观的认识，也是非常需要勇气的。很好，很好。谢谢。那陈倩南，你是又退了吗？我吧，其实我也觉得我唱歌也还行，跳舞也还行，但是我就想了一下，单项可能就是101人中，我觉得论嘴欠欠抽的可能就没有我厉害了。所以我在想，这是不是能往前迈一步呢？这个不行。那我还是在下面待着吧。你的嗓音挺独特的呀。是吧？我也觉得。有点自信。嗯，好。好。好，谢谢您。嗯。而谢谢您。OK， 不客气。灰灰，你说。因为我觉得我不是 vocal 最强的，跳舞也不是，但创作在我心里它其实没有高低之分，我觉得能够打动人的都是好作品，所以我没有把它算进去，但 vocal 一定不是最强的。对，所以我退了。说得好，尊重你的选择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如果时光能够倒流，能够重新经历一次入营到现在的时光，你是否认为你会比之前做得更好？如果是，请你后退到下一条线。我觉得我不会。你觉得你现在后不后悔？我不想再来一次。我不想再来一次。虽然不好，虽然不好，但是是个经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，在自己的水准上，拼尽全力了。我觉得昨天班我就是有点怂了那一下，
我在想，那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会不会就不选舞团吧？对自己有信心，无论任何事情给我第二次机会，我一定会比第一次做得更好。十唯一，哼，他妈的跑外边去了，又退了。所以你会觉得你会比之前做得更好，对吗？对，我一直都是一个，不太自信，也不太认可自己。就算别人鼓励我，我也不会相信别人。选五天班，我的主题曲也没过，我也从来不敢争 C 位，就连上课的时候，我都总是站在最角落里。我觉得我应该更努力一点。我既然来到这儿，我就应该争取。其实不光你有这样的一个毛病，你懂吗？我觉得很多人来到这样的一个节目，包括将来你们去了公司以后，很多人都是那种所有的东西都是 OK， 我不争不抢，我就站在旁边，我觉得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 OK， 两三年前绝对是可以的，你放在现在，你没有那种野心，你没有那种坚定的自信，告诉你就算你不行你也可以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决心的话，你站在任何一个地方你不去争取，你永远是一个空气。你自己不争取，什么都没有，懂了吗？我们的问题问完了，大家都各自退了自己认为做得不够的地方，甚至有退回起点的人。那我想反过来再问站在我面前的奶奶、林君怡和陈卓璇，你们三个为什么一步都没有往后退？好勇敢，我也觉得一次都没有退缩，真的好勇敢。其实对我来说，从首秀上到首发成团位，然后我们团队的 battle， 然后到第一次公演，我们都是在赢，我自己也一直是在赢。选 C 位这件事情其实我并没有去选，包括像从一天班去到五天班，这也不是退缩，因为我觉得我抓住我该抓住的，我适合抓住，我配抓住的。我之前在六楼带着耳机练舞蹈的，其实不光你有这样的一个包袱，我觉得很多人来到这样的一个节目，还是在很多包括我现在所有的选择，是输是赢，是退是进，都是我当下已经做。